一段恋情就会更成熟这样。好，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刚刚这首歌是比较悲伤一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我的签唱会的主题，叫做等不及去爱。不经意的左顾右盼，在等真心演出一场下雨的意外。谁在街角等待，只为一次巧遇浪漫，双手插口袋不能温暖另一半。像个爱哭的小孩，反反复复没有答案，就是喜欢撒娇耍赖，爱爱很精彩也很厉害，就像电影的对白，长长短短不同节拍，只为把这谜底解开，人们早就已经等不及去爱。手心上面那枚指环，将为了谁闪了一回，又何的灿烂。哇哦，谁把眼泪擦干，丢掉拖鞋牙刷衬衫，一个人晚餐独享整晚的自在。像个不停的钟摆，滴滴答答不断循环，只为提醒时刻到来，人们早就已经等不及去爱。其实这段节奏就是安排是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他们要相遇了，所以男主角会在这里。那有没有人要上来当女主角？有吗？有吗？你吗？赶快上来，你不要害羞啊！有没有人要上来当女主角？你要上来吗？啊、这个女生蛮漂亮的，来来来来，从这边从这边，快点快点，我要开始上来。快点，上台来，快点！哇！好，在这里边，不要动哦。自然也很平凡，就像眼前的男孩，平平凡凡容易忘怀，只好努力重新再来。爱爱很慢也很不安，放下对面的女孩，我们只差一句对白就能把这伤推开，人们早就已经抢婚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那你是当新郎吗？我想说我要上来了，结果你就是自己签一个上来了。掌声尖叫给潘玉文。谢谢。女生有没有很害羞？刚刚有哈，可是有没有很爽？有哈，应该蛮爽的吧？也抱到了，然后也这样子又牵手，多好。对，我也蛮开心的。嗨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，这个唱完歌，我们要来一张大合照了。我们请潘玉文向后转。然后呢，现场的朋友，请赶快把你的专辑啊，还有手札，还有自己做的看板，对对对，看板也拿起来。